嗨，各位朋友，我是墨镜哥阿义。今天我做这个视频是给外国的朋友，一美元就可以在马来西亚吃一个好吃的早餐了。不相信，看下去你就知道了。各位朋友，生活越来越压力，很多日常食品都涨价。我们这边一个小市民要做的东西就是广东话叫签钱，省钱的意思。在马来西亚吃一个早餐要花费多少钱呢？今天我们就去吃一次到底五零几一，或者是一美元一个人，可以吃得饱吗？一包椰浆饭一块半。两个马来糕点等于两块。一个马来糕点等于五毛。一个马来糕点等于七毛。总共是多少钱？我们来算一算，总共是4.7块。嗨，看过了这个视频，你是相信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下次我们再做更多的视频给大家。还没有订过我们频道的，请快点订购哦，不要错失任何一个汉钱的机会。我们下次见。